各位视频前的观众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现在一上来大家就可能会问，这视频里的是谁阿姨？怎么阿姨你的形象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？没错，这就是王阿姨，我在怪物猎人王来里全新的新形象，是不是感觉更犀利了呢？不光是人物变得犀利了，王阿姨我的新头盔也让我拥有了更强大的战斗力，光靠头上的那只尖角，就算是神龙也戳死给你看。话说这次集合马的掉率超坑爹了，就算是 HR10 也难逃被黑幕掉的命运。不过好在王阿姨我也是个不简单的猎人，经过我重重黑幕，我还是获得了这次的体验资格，所以王阿姨我今天就福利大众，带大家一起进入猛汉的世界，让大家去了解其中的魅力。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画面没？对，就是这个镜头，作者准备让我拖个10分钟再继续介绍其他的。去你妹呀，就算我王阿姨我的头盔再好看，形象再性感，也不可能靠这一个镜头迂回10分钟的呀，撑时间也不用这样吧。我们这是有良心的节目，爱喂节操什么的还是捡起来比较好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撒一狗还是我们的旅途吧。话说我们应该往哪里走？不过话又说起来，王阿姨我的新形象还是依旧那么爽朗，这新引擎制作的画面果真很让人觉得狂拽酷大雕炸天。不好意思让王阿姨我再占用你们点时间，让我自己再欣赏下我这拥有圆润曲线的身材。真是太棒了，让我们再去看一下远处的风景，看看这游戏的景色魅力。这风景还真是十分的让人感到舒舒适，你妈的，这些画面中的条条框框太碍着我欣赏风景了。游戏功能里还没有关闭这些的选项，差评。让我们再环顾一周，然后就出发吧。这位貌似就是我们的村长了。话说这家伙头上的感叹号真的是炫爆了，一看就是勾引我们，让我们去跟他对话。不过按照以前系列的一贯尿性来看，不跟村长对话好像是不能继续游戏的，就让王阿姨我上去搭上一下吧。话说默认道具居然还有回复要和底时，哎呀我去，王阿姨我怎么身上冒出了诡异的红光？这左上角的红色像警示灯的东西是什么玩意？难道是在提醒我在地球上的时限已经快到了吗？要淡定淡定，王阿姨我才没有那么多多余的设定呢，这红灯一定是提醒小学生们，你们的防沉迷系统已经开启了，可以乖乖关游戏回去写作业了，真他妹的体贴啊。这灯开貌似会一直闪着的样子，先不管它了，让我们还是先找村长大人谈谈有什么事吧。嗯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任务系统吗？话说这对话界面还是挺有趣的，这人物面部刻画的还是有很高水平的。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任务。嗯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玩意。采集手套，采集30级以下关卡的草，我的割草，这种怪物猎人从来没有的东西都敢出，道具效果对玩家好也就算了，这明显就是个坑爹铺啦！这不明显拔草时候都要消耗掉手套吗？你这让幸运一的枪兵们怎么办是好？还有这个形状，图标比划的是这个手势吗？这不搭调的手势，从王阿姨我的眼光看来，一点都不符合这个道具的风格，好不好？话说这图标应该改成这样的设计才符合它的特色。打住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节目都快变成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了。回到游戏，这手套已经好吧，让我们再看看任务内容。哟，这不是另几把武器吗？看样子我们只要完成个跑腿任务就送给我们的样子。让我们再仔细看下装备属性，总觉得好像穿越到其他游戏里一样，这完全不是怪物猎人的风格呢。
还有纳珀德后绑定，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结合手册就拥有交易所来看，看样子未来花钱买成品装备什么的还不是不可能的。作者你别闹了，别时不时就突然插入一根手指，你这样不是道德败坏吗？我就知道作者你又想来刷存在感了。好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直接接好任务继续出发吧。萨一狗，继续我们的米拉德村之旅吧。话说我们应该往哪里走？这游戏既然都变成这样了，也不出个自动寻路系统什么的，太对不起广大国产爱好者了吧。应该是往这里走没有错吧。看这火把做得很细腻，有没有？话说这种小细节都做得那么好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左上角红灯闪着不停的情况？哎呦我去，这灯笼怎么突然就亮了？吓死蚂蚁我了。原来是游戏时间里的晚上到了，这种把灯笼做成像路灯一样的开启方式还真是十分诡异，逐个点亮的什么的，这样的小细节是很简单就可以办到的才对。再看看这些场景，的确很棒的样子。话说这边有两个头上冒问号的，就按国产游戏的一贯尿性来看，应该是跟他们对话没有错了。这 NPC 的名字怎么一股浓浓的违和感？我就看看不说话。终于拿到武器了。话说这过程真是无聊透了，先不说这奇怪的来回对话的方式， NPC 语音都没有一个，这不出的自动寻路什么的玩个蛋啊。现在还是赶紧把武器都装备上试试。哟，不愧是大姐，这种霸气的风格和独特的武器形象真不愧是米拉德村的新手装备。这细节什么的也是很到位的，好赞顶好评。让我们再试试弩。当我什么都没说，还是让我们试试太刀吧。哟，作为人气武器的太刀的确是更有风格了。让我们再看下细节，这剑鞘绝对是加分的存在，这设计绝对没得说的。王阿姨我决定就用这把太刀了。新鲜的钻石套装，哎呦，赞不来一套吗？这怎么突然就有语音了？话说有语音的感觉是不错，但是这内置的奇怪的套装是怎么回事？不过也不用管那么多，既然有语音了，就让我们继续逛下这村庄。按照地图来看，这里应该就是通往副本的入口了，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这边应该就是卖杂货的，我们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猛汉杂货铺，不来一发吗？不闹了，让我们继续逛一下。嘿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呀！这种插旗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是再看看其他的。昨天狩猎熊火龙的时候获得了两颗宝玉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呢。
这新手猎人也太凶残了吧。不过拥有了如此充满乐趣的对话内容，也会让玩家们感到倍感亲切。试想着，如果每个 NPC 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和人格魅力，并都拥有各自的故事和理想，这座你拉的村应该就会有更广阔的世界让玩家去体验吧。话说村子都逛了那么久，萨、伊狗，赶紧让我们进入狩猎之旅吧。